今天这辆现代索纳塔呢要在这里载入掉头，我估计他肯定挑战不成功的，因为这辆车是他自己的，如果这辆车是别人的话，他应该能挑战成功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他是怎么操作的吧。好像都已经碰到了，然后再往前走他还没发现，往前面走也是碰到了他也没发现，直到他走不了的时候他才把车退出来。唉，还是自己的车挑战不成功，如果是别人的车这个就能够挑战成功了。接下来等他出来我们去咨询他一下，看他是什么个想法。挑战失败了吧？挑战失败，下次再来。